宣告过去一年不管怎么样，主都保守我们已经过去，对不对？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相信我们也呼求主要带我们进入那个丰盛里面。我要宣告救主的旨意，终不再辖制我们，天地当彰显你荣耀无比的全能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主你从来没有改变，我们呼求神把一个渴慕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因为所有的祝福都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好吗？我们现在祷告，我们来祷告，呼求神。新的一年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喜欢读圣经而且照着神的话去遵守的人，好叫我们蒙福。好，我们现在祷告。主，你帮助我们也起来渴慕你的话。呼求神，主伸出你的膀臂来医治疾病，是你的疾病，我的疾病，或你所爱的家人的疾病，神伸出医治的膀臂来医治他们，叫他们完全得医治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呼求神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相信我完全得医治。赞美你主，赞美你主。妹妹好，下面一个就是为国家平安来祷告。你知道中共他们的军费预算是我们台湾16倍，我们大概18万军人 total 18万军人，中国大陆光陆军、步兵、陆军就200万人了。好，我来祷告好不好？一旦发生，大家都躲避不了。阿利路亚，赞美主。阿利亚，阿巴修利，阿巴又过不去了，阿利亚，阿巴将来，阿巴又。主吩咐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？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祷告。求主借着我们可以祝福万邦，可以祝福万民，好不好？阿利路亚，阿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主，你要照着我们所求的成就，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因为你是听我们祷告的神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把荣耀都归给你。一开始我们要做这种洁净的祷告，就先求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预备我们的心。在你十字架前，我已被接纳，你还是我完全，你已洗净所有污秽，我已被赦免。哦，亚拉西亚拉西亚拉，那撒哈维起来高举我们的神，哈利路亚，西亚拉巴撒拉亚拉巴西耶。就是如果你不面对一个关于魔鬼的这个问题，或者说我们说坚固的营垒、黑暗的权势这件事情，那如果你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， 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你想要得医治，或者说你想要蒙恩，但是有时候你 就是不晓得问题到底出在哪。他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主都是先为他们做释放，讲的是污鬼被赶除出去，魔鬼被赶除出去，医治的恩膏就会降下来。我奉耶稣的名，所有拜偶像的灵就要从我们身上离开，离开。奉耶稣的名，哈利路亚，主，让我们单单的来遵从你。主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。所以主啊，让你成为我们心中的唯一。我们也为着对世界的欲望，主说不要爱世界，好，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祷告神救我们，救我们从这样一切的欲望里面要出来。好，和同心合意的开口来祷告。主啊，那个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奉耶稣的名，奉耶稣的破除这样的一个坚固的营垒在我们身上。哈利路亚，希利亚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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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妈妈。所以不要被这个世界的灵好像给欺哄了，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爱的，这个世界可以供应你所要的，你的梦想，给你一切你所需要的。奉神啊，我们奉耶稣的名要破除这样的谎言。
姐妹，今天晚上神说你要从饶恕走向恢复，所以好不好？让我们为自己祷告，主，让我做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我不要做一个批评论断的人。耶稣，他已经医治你的心，他相信你是属于耶稣的 ，Amen。所以最后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宣告灵命大扫除，奉主名，靠耶稣的宝血，我砍断、破除偶像。黑暗的权势、迷信的行为、咒诅权势，在我身心灵、精神上一切的辖制和捆绑，奉主名宣告，我一生要跟随耶稣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得着生命的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拍着我们最大的掌声，荣耀感谢来归给耶稣。羔羊宝血已经战胜一切黑暗仇敌，我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，带领我们在永恒里，我不停歌唱是家的爱。 Amen, Amen, 我们拍掌，把最大的掌声荣耀感谢来归给耶稣。